感恩菩萨，感恩师父。这位佛友讲粤语，我给他翻译一下。啊啊、他主要想问两位亡人，还有一个佛台。啊第一位亡人是他的父亲，名字叫曾伯林。曾伯是老伯伯的伯，林是树林的林。曾是什么曾、啊？就曾经的曾，就是姓曾啊。曾 啊, 啊。去世年份是1996年。曾伯林是吧？嗯。曾伯林，曾伯林是他的谁啊？他的父亲。曾伯林，曾伯林。嗯。嗯，看到了，个子不高，眉毛蛮浓的。你问他好了。嗯，鼻孔还蛮大的，已经在阿修罗道了。哦，谢谢。嗯，感恩师父。然后第二位是他的母亲，叫何苏女，苏是苏东坡的苏，女是女性的女。何。对。然后是2017年去世的何淑女、嗯、哎呦她妈妈一直念经的哎呦她妈妈厉害到色界天了哎呦她确认说妈妈经常念菩萨的圣号看见了吗看见了吗我告诉你你们不念经你就念圣号你都照样上天你天天把观世音菩萨放在嘴巴上就好了嘛他还说母亲生前经常拜观世音菩萨看见了吗我讲了对不对啊对啊大不大是不是啊是啊好感恩师父他本人是1962年的虎想问一下佛台嗯62年的虎是吧佛台蛮好啊靠窗。啊是。嗯蛮漂亮的。他家蛮大的家里还蛮干净的。他家里蛮干净的。是挺干净的。他家里好像有两个好像卫生间那个有两个卫生间。啊是。是。蛮好好好念经好好磕头听得懂吗雷港妹啊他想知道怎么调整功课62年的虎大悲咒他现在念几遍了九次现在九遍呐、啊、太少了21遍至少啊心经要念27遍好吧每天要念一遍礼佛他说他礼佛念三遍嗯可以啊他的腰很不好他妇科也不好嗯，是的他确认了好啦而且手麻血不好呀你叫他吃素呀吃素了没有啦 还没有看见了不啦但说他慢慢不吃牛肉了。哎呀，多不容易啊！他居然不吃牛肉了，哎呀，好啦。他说他慢慢来，感恩师父。慢慢来吧，谢谢。慢慢走啊，慢慢走。感恩。